老公，我回来了。哎，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妈，你还没吃饭吧？我去给你做饭。不用不用，我都吃过了。要不然我回去吧。妈，你今天来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？哦，咱妈她是这样的，你不是买了新车了吗？你把那个旧车能不能卖给我？这里面有50000块钱。你爸呀腿脚不好，我们没事的时候去买个菜，溜溜弯什么的。妈，这个车我不卖。哎，没事没事，燕子啊，可能是有他的安排，不卖就不卖。他安排什么呀？他安排，当初说好了买新车，这个车是要卖的，现在给我来这一套。再说了，咱妈买咱家车怎么了？别说是买，就是送，那也是应该的。对，这个车我就是送。妈，这车钥匙你拿着，你把这个钱收起来。这个不用。啊，对了妈，我听欧阳说你比较喜欢吃干吃面，来，你尝尝。酥酥脆脆的，还挺好吃，一定不便宜吧？妈，这个干吃面呀，好吃不贵，这么一箱30包，多种口味。现在直播间下单啊，拍的越多越划算呢。你要喜欢吃，以后啊多给你买一点。妈，咱们是一家人，你拿着钱来买你儿子的车，让街坊邻居知道了，不得戳我们脊梁骨啊？是你儿子不懂事，还是我这个儿媳不懂事啊？你们两口子挣钱也不容易，我不能白开你们的车啊。